题，扳回颜面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来，请看。告诉你们，龙就是在传说跟故事里才会出现的一种生物，一只眼睛的叫独眼龙，头上长角的叫做角龙，而一尾活生生的龙叫一尾活龙。几位话你就是我本人啦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哎，喂，哎，喂，喂，哎，我几位话你啊，你想？你的弟弟现在在我手上。那可能，哎，我们是生龙活虎的龙，哎，又不是这只三脚猫。别废话，想要救你弟弟的话，拿你的龙眼来交换。什么？龙眼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有买一袋龙眼啊？哎，不要啦，我想吃龙眼啊。不行，到底是你弟弟重要还是龙眼重要呢？好了，当然是弟弟重要啊。好了，不然就把这袋龙眼交给你好了。明天中午12点，101大楼顶楼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不准耍花样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人家拍你当搞笑了，竟然会有人为了我的龙眼绑架我弟弟，真奇怪。好了，为了救弟弟，只好牺牲我的龙眼了。弟弟，我来救你啦！太难了，这个有点难哎，这题哪里会？冷静的思考一下，它有难度。谐音，这是成语吗？谐音，成语吗？谐音，成语吗？当然算成语，成语，跟好不好？我只能说跟龙这个字有关系，不能再讲了，好吧？关系，要不要再看一次？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这次不要作笑，好吧？尽量发挥你们的想象空间。难，好不好？再看一遍，第二次，请看。告诉你们，龙就是在传说跟故事里才会出现的一种生物，一只眼睛的叫独眼龙，头上长角的叫做角龙，而一尾活生生的龙叫一尾活龙。几位话你就是我本人啦，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嗯，哎，喂，哎，喂，喂，哎，我几位话你啊，你想？你的弟弟现在在我手上。那可能，哎，我们是生龙活虎的龙，哎，又不是这只三脚猫。别废话，想要救你弟弟的话，拿你的龙眼来交换。什么？龙眼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有买一袋龙眼啊？哎，不要啦，我想吃龙眼啊。不行，到底是你弟弟重要还是龙眼重要呢？好了，当然是弟弟重要啊。好了，不然就把这袋龙眼交给你好了。明天中午12点，101大楼顶楼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不准耍花样。好，好了。哎，人家拍你当搞笑郎，竟然会有人为了我的龙眼绑架我弟弟，真奇怪。好了，为了救弟弟，只好牺牲我的龙眼了。弟弟，我来救你啦！这有谐音的，救他弟弟多重要！来，计时到这场开始。这题真的有难，他是当初我们今天压轴的题目，是非常合理的。啊，跟龙的，跟龙这个字有关系，然后也跟救他弟弟有关系。救龙，不要忘记，最后是要救他弟弟啊！大家都是愁云惨雾哈，这里真的有难度，这里真的。下河西小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一题我们再答对，不得了，你就赢了。真的，我们真的是太聪明了。不止赢了，还可以去考试。什么？你知道智慧突然增长了很多。真的不要想太多，别想太多，人家开天眼了，对不对？龙的传人，讲龙的传人就太浅了。对。你知道的有破音字叫底龙底传人，所以是龙嘛？你们说有龙对不对？龙龙没有说谐音哦。对对啊，底嘛。底呀。的的底就是的。的龙底。那个龙的弟弟叫龙底是吧？龙底嘛，对不对？传人传人传，为什么传台语的传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准备准备，因为他准备龙眼要去救人。好合理的答案，龙底传人。
太瞎了，太瞎了。传人，龙帝传人，传传你要来去救人就对了。对，你来知，水，龟包才去救。跳，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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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冲！哎呦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杀气有没有？好有把握的眼神。吴建仪这次的这个可能有多大？我觉得可能性蛮高的。非常好，谢谢娟仪，非常好。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他自己进步了。撞击，呼呼干嘛这样？奇怪，这图形怎么打起来？干什么这样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洞顶说明一下，洞有没有？他是不是要出洞？出洞，出洞，他是不是要洞？要洞起来去救他弟弟？救他弟弟，要出发了。是不是说过在约在101的顶楼？哎呦，洞顶，对不对？对，整件事情买了龙眼之后，龙眼要送给人家，要去救弟弟，是不是很乌龙的事情？真的很讨厌，洞顶乌龙，是不是难？是这个难。我觉得这个太有创意了，你们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吓到？被你解释真的有一点吓坏。来，洞顶，先去泡两杯。洞顶哇！一只龙将手中的英文谐音凤，于是燕君和 Apple 写了龙凤胎。这如果不是发烧烧过头啊，我看就是 talk party。来看看彤彤的答案还比较好笑嘞。好，这里有点难。被彤彤来，看到没有？龙年人版。宝宝，你今天的人生不对啊！你是股东，龙眼，你抓奸在床完之后就去龙眼人。我就是个水果，为什么要给他特写呢？给他特写代表他非常重要啊！重要，重要，对不对？是龙眼，龙眼，你对对这行业挺熟悉的嘛？有跟在白云哥，他喜欢白云哥的。你看怎么解释人本呢？不解释了。看到龙眼就是 key point， 对不对？龙眼就是 key point。对呀。不要讲太多，直接翻过来，快！我们大家都等你了，前面。你们想多了啦，其实很简单啦，我们刚是黑龙在天，因为他把它拍得很难，其实很简单，几个重点看出来就 OK 了哈。比如说阿布101龙眼就这样子。重点就出来了，阿布101，因为阿布长得其实很壮，壮，很像以前我看一部连续剧里面的江宏恩，江宏恩，或是黄少祺的造型，是对，然后头上戴一个那个自以为自己是龙，然后要去101救他弟弟嘛，对不对？那101很高，他戴一个龙在那边，在那个屋顶上面那边穿来穿去的，人家会以为那是哎龙在天上飞，比较需要的。我没有了，要最后一题还是让周周还在讲啊？周周还好可怜，怎么会被分到跟他一组啊？你辛苦吗，周周？哎，这个答案是他跟我讲的，因为我想不到。是你讲的？烦死了，你们两个，烦死了！在，那我就在。你先讲卖个关子，卖个关子，叫龙是哪个的谐音？龙啊，啊，英文的谐音，龙 ，dragon，dragon，dragon， 那就不是谐音 ，dragon 谐音呢 ，dragon 呢？哎呀 ，dragon，dragon 马粪 ，dragon 救敌 ，dragon 救敌，哦，那龙是不是要去救他弟弟？斜的太斜了，太难了啦，全盘。很多人都常说追根究底，可是呢，都以为底啊，哎，底是木字边，哎，这蛮不是石头边的，追根究底。哎，我觉得底指的是树根，引申有根源或基础的意思。我觉得这题意思就是来追查探究事物的根本。哦，追根究底，追根究底，还我们觉得还蛮有蛮合理的，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做单位可以再做三年，好，还不错吧？恭喜夏曦跟小柯妹。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优质评审，哎呀，评审难得一见，我们的稀客包小松老师，欢迎。今天我们是国藩国先，对不对？什么？第一个阶段是国藩国，第二个阶段是国藩台。哦，第二阶段难喽，难喽，都是非常难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一样，陈陈队先攻来，我们先攻啊。陈陈队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先来下马威一下。OK， 谁去抽？那个你们两个女的。我去派一个，好了好了，你去吗？表情要丰富，精神奕奕，对，表情表情，他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表情表情，跟全国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吧，眼睛不要眨，对，不要眨，
眼，不要眨眼，脸好严谨哦。你严谨都没有你严谨。对啊，脸严谨，脸严谨，脸严谨，你是脸超紧。什么几颗星？你们的一号表情吗？什么星？我看一下，不要什么，我干什么？你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干你什么事啊？都是大河，都是大河，给你的，很难，很难，这个太难了。这首歌起起伏伏，这首歌太四颗星了，这歌少说也红了七八年了吧？对，好，来讨论三十秒。谁最熟？谁指挥？先讲好，谁指挥？我没有很熟。小扣，谁指挥？谁指挥？我们不要内讧。指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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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歌我六分熟，你几分熟？我五分熟啊。你？我四分。啊，四分。我应该五分，那我第二棒，第二棒。它里面有英文的部分，你也五分，我也五分。英文的部分哦，我第二棒有英文。你们两个占一三棒，我二。我三棒，我二。好 ，OK， 那我三了。OK， 间奏我就这样啊，间奏我就这样啊。我算第一，你算第四。间奏我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间奏我就这样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看这个士气输定了，来就位哦，谁指挥的快？士气输定了，来，我们两边来。偏要玩我，我第一的，你右边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来，左手拿歌词，来，天才金曲奖 ，Ready Go。来哟。完蛋了！一个梦想，太好了，好兴奋！又怎样？开始另一场。唱不完。去爱否赢了，给自己留一点想象。哇，好丰富的表情。甜的软糖，塌下来又怎样？有时候眼泪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。什么？表示着大公无私，让眼角透透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。被抛到太空旅行的孤寂。Don't you know it's true？ 世界会偶尔和你作对。唱到哪里去了？所有才聪明 around so so sunshine。Don't make it up， 为爱情找一个想象。遇上了再大又怎样？开始了另一场。君啊，我赢了。我一定想象。遇上了再大又怎样？开始了另一场。人家是流行是主角，这个是流行主角。Apple 完全错了。有时候不经意的话，像气球慢慢的扩大。一瞬间突然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。是变得太复杂，人不口都怀疑他，人不到处打你通电话，问了一天不说话。Don't you miss me？ 心情会故意踢你大腿。But you can't come around， don't stop trying， don't stop， never give it up。为爱情找一个梦想，余生再大又怎样？又怎样？还是另一场。的软糖趴下来又怎样？哦耶！哦耶！你还敢耶？不要自吹自擂，对，好不好？超可怕！你太开心了，哇塞！你自认为太好了，太欢乐，有没有这么好？鼓声一下，就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这么好？你们刚才的表现最有亮点的还是小扣的表情，真的。不仅脸有表情，但声音也很有表情。我刚才其实我有在 follow 你，是一个一个我都在 follow 你，是看到你这边表情就是不要停的表情。真的呀，他的声音很棒，对，有，可圈可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金曲回顾，请看。好俏皮啊！完蛋了，一个梦想，太好了，好兴奋。天空是绵绵的软糖，它再来又怎样？哇，眼泪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。什么？你完全不对。让眼角透透气，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激情。哇，声音表情也很棒，很棒哎。Don't you know it's true？ 世界会 OK 啊，很 OK 啊，对，从哪回来？我又在 coming around so
那又怎样？开始了另一场。举啊！太慢了吧？全部都慢。郭彦均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我看慢了啦。我真的，那指挥你们前面太快，后面太慢了。是为了这段收视率而担心哎。真的呢？有来要小方块，有小方块。哦，维持好。有时候不经意来了，收视率飙高。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。我老汉，有时变得太复杂，人们偷偷怀疑他，人不当就当。打不通电话，本来以前不说话，我选择这一次吹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有钱可没有人。我跟你讲，吹。好乱哦，像雨水在打又怎样？一人一行在急什么？你还是看我啊！面的软糖趴下来又怎样？我唱得好厉害，厉害！只有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才很拍子，没有很好啊。你这么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因为他一直在看我，我就以他的水平来，我觉得气氛很好啊，气氛很好啊。欢迎，因为我们看着都想泼粪了，气氛，我觉得气氛很好啊。来，我们听听评审怎么讲哈。今天是用很严格的标准来看大家的哦，四颗星的歌曲 ，Don't Stop， 蔡依林的歌曲是。这首歌说实在，各位会觉得难，是因为它有速度感，所以它的文字来讲唱快，就在拍子上难，所以会把它奠定叫四颗星。是，其实如果把文字抽掉以后，其实它旋律不难，很平嘛，因为它随着节奏，它又是正拍下的歌，是，所以你旋律听起来它接近有一点点儿歌的调性，嗯，可是这首歌能够让人唱到愤愤不平的那种情绪是不容易的。不是，还是快乐的。小柯唱的咬牙切齿。对，不是小柯老师可能看到小柯的表情，因为小柯表情他没办法，因为他这个太紧，没办法。我是开心的，看不出来吗？你的表情是失智，你的表情是失智的表情，不是那个马伯贤，你不要急着评论人家，你的部分等到我们历史上会来评论。是啊，还是太快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觉得最大你的表情我们会盖棺论定，好不好？最大的疑惑就来自于你讲的表情。所以在这首歌本来前面两个在带头的时候还不错。有没有听到奶哥 OK 的吧？盖棺论定，对不对？还没盖棺论定，国贤一唱的时候一马当先，就带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坚一唱的时候仪态万千，哎呦，仪态万千，每个都有一个成语，母仪天下，哇，真的母仪天下，对不对？小扣，一鸣惊人，小扣嘞，小扣唱的就每况愈下。真的，今天的败笔就是小扣。每到你唱的时候，根本都不知道在唱这首。真的吗？对，完了。我唱的非常的投入。你很投入，所以下次你不要那么投入，对不对？不要那么凶。你抽出来。你的表情已经够投入了，对，你下次放小扣不要那么凶哦。小扣，你整个破坏我跟娟姨。你的表情已经够投入。不要狗咬狗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来，马上评牛，评牛，评审，评牛，按牛给分。75了，好不好？应该不到，到不了，应该不到。哎呦，68，65，哇！哎呀，65，65。对啊，小松老师今天是严谨哎，63而已啊，63，好厉害！哇，63历史新低哦，差不多。妈呀，63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水灾啊。所以呢，这63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，是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这个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来攻守交换，轻轻松松面对63分，很好超越，来，真的，加油啊！好，我最近吸收了很多太阳的能量啊。我吸收，你还抽我，正面发光，正面能量，日月精华，加油，超好切，超好切。小马站出来就是个绿能一颗，吸收太阳能，长得很环保。你看三颗星，你看漂亮，是多好，是不是？春泥什么歌？哟，春泥。春天的泥巴，哪个？春天的什么？泥巴。而且这首歌是很感人的歌，对，蛮它是中版，中版，它是圣歌来的，情绪很浓烈。对，三十秒讨论，谁手？我可以指挥，背头方面没问题的，我可以指挥。如果歌手不熟的，你要把它速度跟那个节奏，没有节奏，因为他的对，他很会跳舞，他的 groove 非常好，对，节奏很棒。然后我他有一些歌词，比如说花朵啊，泪滴。
啊什么，我会用手稍微提醒你。谢谢谢谢，就是你唱到哪里就对了。哪个你要唱？你第几把？我都不熟，没关系，摆哪都可以。摆哪都好，因为他会重复。你第四，我第四，我第四，我三，我三。你前面，你前面比较好。第一棒啊，第一棒，前面好棒啊，前面好。我饿，对，等一下，我挤呀，只能对挤就会。我饿，什么？来，准备，请戴耳机备，加油！天才金曲奖 ，ready。领带今年也可以这么好笑。What do you say your boyfriend？ 亲爱的，English， 好 ，Darling，Yeah，Yeah。The first word and second word is darling, right？ I go to the building and I jump, so I am 跳楼 ，Yeah， 跳楼。所以你怎样？所以你怎样 ？If I saw 跳楼死了，东边的卖瓜，跳楼 ，English。